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史莱姆，欢迎来到 Crazy Joker Studio。哦，又来到神魔了。其实这个频道好像只有神魔，没有其他东西吧？其实我挺期待这个频道会有其他的游戏，不过现在还是先神魔吧。这个呢，我们今天要解放的是水北欧，这是为什么我有那个加纳尔呢？号角手呢？因为刚刚今天开始有一个活动，就是你充值六颗魔法石以上，你就可以拿到两只。所以你看到我又两只了哦，这边有没有两只？哦，这是影片哦，因为我要录那个广东话跟国语的版本。对啦，两只的好脚手哦，非常好的，拉出来，这边拉出来啊，有了两只，非常可爱的啊，好脚手来了啊，不错不错啊，那个时候我就立刻去解放我的水北欧。解放，按下去，按下去吧，按下去。干嘛啦？白痴哦，这边有没有看到？叫白痴的我没有。这个跟这个大剑跟那个水元素啊，大的那个元素。好啦，这边没办法，我就跑去打一打元素啊，不是打一打素材，然后才回来。这边大概呢到9分15秒的样子，就应该打完那个素材。对了啊，打完素材我就开始再解放我的北欧神，非常可爱的水北欧，解放以后变得不再可爱啊，好帅气的样子。好了，我们确定一下，进化吧，朋友，进化吧。OK，进入战斗，来吧，开始吧。其实我挺期待是解放这两个，因为我这两队最近呢非常的有在辛苦的在练，所以呢，所以我都在解放他们。好了，用号角来召唤，战阵实力，无比沉重，通过了考验，好了，通过考验来了，强者从才可以称得上我的力量，你有什么力量啊？厉害的力量吗？好了，让我看一下你到底什么奇怪的力量啊，让我可以解放你的。好，一开始这一关比较简单呐啊，因为呢没有什么特别，一开始先来一个泪珠，其实没有需要做泪珠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刚好没有转到吧。不管啦啊，反正随便打了。一开始第一关没什么特别了啊，你看我就随便一下的攻击已经达到他的力量，这那能量啊的血量只剩下几滴啊，随便再一打他就死掉了。好了，来到第二关就是小心一点，就是啊，其实没有什么好小心的，因为攻击能力没有很厉害。然后呢，就强化盾就可以了，强化盾哦，就破解就强化珠就 OK 啦。但是旁边那两只比较特别，是每一次把你的水珠啊，没有，跟你将你的光珠跟暗珠转成水珠，非常好的 partner，非常好的 partner，为什么在对面呢？奇怪，随便啦，反正都是好人呐，帮我转珠啊，帮我转暗珠跟光珠，非常好的。好了，这边其实你要打快一点，就是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把旁边的杀死的话，还没有把中间的小王杀死的话，很麻烦，这边你又打久很多，因为他不断帮你转水珠，才可以打那么快啦。对啦，刚好三个回合把他打怕就刚刚好了。好了，到王的部分，你看好像很凶哦，骷髅头都出现，但是没关系，你这个回血就骷髅头就回家了。对，这边先回个血。对，但是这边悲剧来了，你看很多水珠，但是我卡火珠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这个王呢，需要同时消除水火木珠三个属性的珠子，才可以把它造成伤害。没有火珠怎么办？看看有没有天降了？没有天降，我的妈啦，浪费了啊！这边如果三个属性的珠子，还有就是水属性的珠子，我要强化珠才可以对它造成伤害。所以呢，这边呢我有了，你看看不看到？有没有？其实这边我考虑一下要不要开我的北欧神的技能。其实，我选择了开，其实可以不开，也没差。为什么我这里要开？就是因为我怕后面我忘记怎么要开，所以这里先开一下嘛。好了，开了就不错了。OK，开了就没关系啦。这边还是有木珠跟火珠都有啦。其实我不应该消除太多的火珠啦，这是我转的时候没有上的
太多，就是随便转，然后尽量做一点 combo。其实这样的话，其实很容易会做成那种没有火珠的状态。所以基本上火珠跟木珠尽量不要刷太笑太多，跟我一样超白痴的就不好啦，对不对？前面我因为这个原因打久了一点，看这边有没有火珠天降，又是没有啊啊，又浪费了很多水珠，所以这边呢打得不太好，抱歉。好了，没关系了，这边转好一点了。OK， 这样都对了嘛，不要浪费啊，不要浪费了。你看，没有浪费就很多木珠跟火珠啦。这边我到底可不可以一个回合把它带走呢？因为旁边两只小可爱已经快死掉了啊。能不能呢？当然没有那么好吧，哈哈，当然是不能，才还剩下10%的血量啊，10%，但是我水珠已经非常非常的小，这时候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好麻烦的，没办法了，还是慢慢再转吧，小心一点，5颗5颗的水珠去转的话，还是可以每个回合做对它造成伤害吧。小心转就好啊，但是第一回合这边我选择了泪珠，但是不小心转了水珠啊啊，不应该出现的叠珠出现了叠珠啊，白痴啊，这边浪费了啊，这刚才就浪费了嘛，所以这边已经没有强化珠，有点浪费的感觉。这边应该其实这个回合我不知道干嘛，其实这边应该要转一个5个 com， 这是5个连在一起转一个全体攻击的，然后这个也变成一个强化珠。这边我不知道为什么放弃了。这个机会有点笨，有点随意吧，我觉得可能有点轻敌的样子，呵呵，白痴。好啦，这边呢还是不够水珠，干嘛啦？一直很缺水珠，只是刚才太多，现在感觉太小嘛，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卡得很厉害。好啦，这边就卡住的话就没办法了，就再等一个回合，看看有没有水珠。哎呀，不想小到水珠了，但是我到底能不能打趴呢？不能，还是轻杀一滴啊，多麻烦的一滴哦。所以这边没办法，还是要等，继续等各种天降出现。今天真的太麻烦了，各种神天降神叠珠，在我不想要的时候给我，真的想骂脏话。好了，这边还是差不多了，水珠现在都够了，现在只需要就是把它转在一起。对了，然后现在有那个水的强化珠，也有火珠跟木珠，就什么都有了，可以赶快转在一起，把它秒杀，把它打趴，把它带走，好吧 ？OK， 还是做一个全体攻击，就是怕它没有打趴，就麻烦。好啦 ，OK 啦，赢了，成功了，元素也成赢了，我胜利，谢谢。分享我对胜利的好渴望啊，非常好的，快点跟我分享吧，快点。修缮我力量的碎片哦，谢谢，碎片拿到了哦，好帅啊，这个效果真的太帅了。就是觉得如果那个光球飞到那个北欧神的身上的时候，突然间那个 icon 就转了，多帅啊，很帅的。其实我觉得解放以后真的太好看了，我最喜欢的是这个改版，最喜欢解放的是。木北欧跟水北欧都是非常非常的棒。好啦，这边的三维也是很 OP， 但是还没有到满等应该是 OP 吧。如果喜欢看这个故事，这边就可以随便看一下。如果你看觉得我滚得太动得太快太快的话，可以停一下，这边破行一下，可以看他们的故事，也是挺好看的。中间有几句很帅的，就是，但是我不会念，就是不会念的，不要在这边念出来，我觉得念书很辛苦。勇者战斗而成，长生不死，是不是这样念啊？不管了。最后那一句特别的帅啊，就是他的胜利级战环的混乱从未，哎，还是不念，好难啊，很难啊。好吧，这边喜欢念就继续念下去吧。如果刚才还没有看完的话，继续记得要挽回，然后暂停，可以再看一下。这边还有更重要的是，你到底有没有玩我的活动？如果还没有的话，快点去玩一下。这边有很多的魔法师啊，好多啊，就自己买一些魔法石，想要送给大家，记得大家去参加，非常丰富的奖励哦，非常好的。还有如果有 Minecraft 的也可以报名参加 Minecraft 奖的，也是不错的一个奖品啊，一个正版的序号有200多啊，好贵的。
好了，这边呢，我的记得去参加活动营，然后都没什么特别了。记得，如果你喜欢我，喜欢我国语的影片的话，我知道我说的不好，但是还是，比如你听我广东话好吧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的新的国语频道。好了，在这边再见喽，拜拜。